本次大会授团的是由台北市体育局副局长蔡副局长陪您。父我相传，然后再当驸马，全力圆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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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，全力圆梦，一累一累。表队的收旗仪式即将继续开始，表达本次代表队绵绵不绝的原动力。也代表本次选手如飞舞般的高雄旗，激情挥洒，自信且活力的汗水。我们再次邀请市长李义辉，打 Go Hero， 打 Go Hero， 义辉迈向全国。第三回，打 Go Hero， 第四回冠军给我，冠军给我。迈向全国，迈向全国，打 Go Hero， 打 Go Hero， 冠军给我，冠军给我。好，我们现场的记者有要补拍画面的吗？陈信夫议员对于整个代表队要出发的时候，不管是经费、衣服，都非常的关心。在议会一直咨询阿布斯主委，但是我知道圆满争取成功，对不对？所以除了要谢谢这边几位议员在议会大力发声以外，我因为主持议会，一直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所以我知道今天一定要来跟大家讲。这个过程中间议员是多么的关心这次的比赛，跟大家不管是经费跟衣服的欠缺，他们都给予非常关注。那高中的议员，还有邱清先议员，还有陈信夫的助理，不要再发声说预算不够，请议会再来跟市长跟市政府追加预算，拿市长口袋的私房钱。那这个我是北康贝兰台湾圈的，这个疫情的话，有几个著名的事务，我们真的是受不了，也不是我们的本意啊。所以奖金当然要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上任之后，在去年已经调升到冠军是10万，对不对？对不那我们今年再调升到10万。谢谢市长。Thank you.